mah.小人好不好玩呀？那你知道为什么荧光棒会发光吗？那是因为当我们折这个棒子的时候，里面的过氧化物和脂类化合物会产生反应，再把反应后的能量传递给荧光染料，这样荧光棒就发光啦。虽然好玩，但是里面的化学物质有毒，千万不要把管子弄破哟。荧光棒还有什么有趣的玩法呢？快来告诉我吧！我实在是太优秀了吧！